在伦敦 UAL 轮椅，学什么专业呀、啊？特效化妆。是成都人吗？我不是，我是东北人。说东北话吗？哎妈，你长真帅。平常会撒娇吗？会。怎么撒娇？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？在感情里面，你是以什么取胜？不是很能取胜，失败的比较多。分析过原因吗？因为我喜欢他，我就是一根筋，写在脸上了。恋爱脑，恋爱脑，要一个恋爱脑，要找另外一个恋爱脑吗？当然，两个恋爱脑在一起就是很幸福。不是感情里面你会因为什么事而受伤？受伤就是他就不要我了。报一下身高，176啊，你178171啊，5.5好，报一下鞋高，4厘米也差不多，1厘米来，侧身。